妈呀，他房间里面怎么乱七八糟的？我说品如，你的心也太大了吧，还在这里悠哉悠哉的躺着，穿好衣服赶快起床呀，这贤哥呀马上就要回来了，你赶快把房间收拾好呀，这窗外怎么还有一个人影呀，你把啥东西扔在这儿了吗？这衣服是不是你的？哦，这人走了，把被子叠叠好，这被子上怎么这么脏呀，打开柜子把这个脏的放到柜子里去，抱一床新的出来，这床上怎么还有一个金元宝呀，打开抽屉把金元宝放到抽屉里，哎，这品如都挺能喝呀，一个人竟然喝了两杯奶茶，怪不得你这么胖呢，你还有这种不良喜好，还抽烟呢，这地上都是烟头，用吸尘器给它清理干净，以我的经验呀，这纸团呀不能放到垃圾桶，要放进马桶里面，来给它冲洗一下，哎，这还有点脏呀，拿马桶刷给它刷一刷，好，也给它冲下去，哟，你怎么这么能吃呀，一个人吃这么多饭菜，盘子这碗这筷子怎么也不刷呀，来来到这里洗刷刷，把它们全部刷洗干净，好，这准备的差不多了吧，贤哥进房间喽。最近又追星了，这是哪个大明星？我什么哪个大明星呀？